多久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哎，是读书嘛哈？对对。MBA 气管硕士。两年还是三年？硕士，大概两三年了哈。最快两年吧。最快两年，好，好，那咱这回来比较哈。先来提拜上帝，我感谢你啊，保守俊贤也平安对军中听候，也伫这个时刻，伊也要搁一摆去到美国，也来造就，也愿上帝来保守伊，伫等下要去到美国的路站，拢平安，得到上帝你好的看顾甲带领，也愿上帝赏赐加倍智慧能力伫伊的心内，倚靠上帝，也独独将伊的性命，将伊的智慧，将伊的所挂入的这些事，完全来交付主。我看见上帝伫要赏赐满满的快乐伫伊的心中，让伊无惊吓，独独倚靠上帝来行。也特别伫美国，也愿上帝来祝福予伊，也有好的遮个教会，也是遮个朋友会当来照顾帮助伊，也将伊遮个烦恼挂入完全会当交托主。看见上帝要差遣天使使者来保护伊，也来帮助伊，愿上帝来祝福。接下无论两年、三年的学习的时间，主耶稣求你继续来引导带领。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谢谢牧师。